挑战十年走遍中国所有县市，第二省海南本岛。我骑着我的绿源电动车来挑战海南本岛的18个县市。这是我的海南第七站，陵水黎族自治县。陵水在海南本岛的东南部，我从万宁出发来到陵水，一路都在下雨，而且这一路山路比较多，然后到了陵水就赶紧充电，所以说陵水这一期就拍的地方就比较少。这个是我在陵水邮局打卡的通关文牒，打完卡充完电，我就去了陵水的猴岛来体验一下海上两元公交。我在陵水刷视频的时候，本地人说本来只要1块钱，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观光客太多了，然后就涨到2块钱。不过这个体验还是不错的，猴岛还是挺美的，很多人在这边赶海。这个小姐姐差一点抓到一个大的石斑鱼啊，真的很遗憾。我在陵水的时间真的很短，陵水真的很美，但是我还是玩到天黑才回去。回到县城来尝尝当地比较有名的陵水酸粉，我要了一份大份，15块，再加一个粽子。我就是比较幸运能尝到海南各县市的美食，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魅力和美味。我夸得再好，别人说得再好，希望未来你也有机会能尝尝才知道好吃。我要走了，离开陵水了，向下一关前进。我是一个走遍所有中国人家乡的闯关男孩，只要你是中国人，未来我一定会去你的家乡的。张西西，我们下一关三亚见，冲冲冲！